近来坊间传闻，曾经带领马来亚之虎发光，但是又马失前蹄辞职谢罪的国足前主帅陈清河将重出江湖。那如今这个传闻呢，获得证实。雪兰莪足球俱乐部才刚刚的宣布，他们和陈清河达成了协议，正式聘请他成为俱乐部总教练。雪兰莪足球俱乐部刚才脸书公告天下，欢迎陈清河加盟俱乐部。这位国足前主帅将正式披上红黄队战衣。 陈清河曾经带领国家队和州队，这是他第一次加入俱乐部。他早前接受本台专访时曾经表示，他的目标除了带领球员踢出好成绩，也希望争取让更多俱乐部的球员加入国家队。作为教练，他希望能够把球队带好，并看到球员每天都在进步。